很许一半大家睡的一面，是我受精愿望太无聊，所以很有催眠效果吗？我印象中应该才没许的哈。等一下，你看啊，那依这样的时间推算的话，这个蜡烛烧太久。我可没有印象，还是去买点，我去店里走了，吹不熄的蜡烛。哎，是去那一间很 fashion 的蛋糕店买的？不是啊，那家蛋糕店呐、啊，你们都知道哦，就是学校对面那家老香糕饼店，哪里 fashion 的啊？你以为你在演童话故事啊？况且现在什么情况啊？
还要靠许愿？怎样？我说错吗？
拜拜。